经过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，这批中华小将们每天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与热血，为的就是能在国人面前拿出最好的实力。加油！来自台南丽人国小的陈国军、陈志军，花莲复原国小的马君豪，高雄复兴国小的陈建杰，台中立行国小的李梦哲，台中忠孝国小的吴胜宏，新北汐止国小的陈若阳，台北福林国小的曹胜耀，高雄忠孝国小的杨君杰，台中大仁国小的邱志恒，高雄古岩国小的郭定宏，台中丰田国小的汪宇辰，台中大仁国小的秦其恩，台中立行国小的黄金佑，台东卑南国小的胡恩典，台中大仁国小的蒋思琪，台东红叶国小的胡嘉诚，与新北金龙国小的吴博伟，加油！中华小将们，这次世界杯看你们的喽！二零一三世界杯，扫盲区。